大家好，上节课呢，我向大家介绍了什么是阿贾克斯，以及阿贾克斯的优点和缺点，还有在外部开发中什么地方会用到阿贾克斯，以及最重要的，上节课咱们介绍了创建阿贾克斯引擎这个对象，也就是 XML-HTTP request 对象。那这节课呢，咱们就来应用一下上节课使用的阿贾克斯对象，完成异步交互的一个过程。那我们创建完对象之后，我们会知道阿贾克斯对象中呢一共就有六个属性，六个方法。我们把它拿到这儿来，上节课咱们创建了阿贾克斯对象。那创建对象之后，咱们就可以使用对象中的这六个属性，这六个方法和这六个属性。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些方法。比如说第一个方法，我报这个方法是停止当前的请求。就比如说我正向服务器传输数据呢，然后呢，假如说你派一个人去图书馆买书，走到一半的时候，你就可以把打电话把他叫回来，这叫停止这个请求。当然了，这个咱们用的时候用的地方不多，所以这个呢你可以不去用。另外呢，我们这里边有三个函数都是跟请求 header 就是头有关的，你看得到所有的请求头信息，得到响应的头进信息，然后设置响应的头信息。这里边有得到和设置，如果你是用浏览器直接请求 HTTP 服务器，也就是请求 Web 服务器的话，那么我们在有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请求的协议，比如说 HTTP 和版本，比如 1.0， 第二部分就是头信息，比如说你客户端的 IP 地址，客户端用什么样的浏览器，然后呢 cookie 信息等等交给服务器。第三部分才是你向服务器请求的数据，比如说表单内容交给服务器，链接的查询字符串交给服务器。那服务器将数据返回给客户端的时候也有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就是状态，比如说404是页面没找到，200是发送成功这样的状态。然后是头信息，比如说告诉客户端浏览器我发送的是文本，你就按文本的方式解释，然后什么字符集，我发送过去的是一个附件，那你就以下载的方式打开，我给你的是 cookie， 你在客户端保存等等。第三部分才是服务器发送给客户端的主体内容，比如说一个网页的内容。但是第一部分第二部信息一般的你是在程序代码是看不到的，当然咱用一些工具可以获取到。那么阿贾克斯呢是浏览器中的一个插件或者是一个引擎，那它这里边呢也可以不光是向服务器请求发送数据，也可以设置头信息给服务器。当然了，服务器发送回来的时候，你不光是发送数据回来，也可以把头信息发送回来，那客户端也可以得到，在阿贾克斯引擎里边也可以得到头信息。所以呢，这里边在咱们这里边设置头信息使用这个，假如你设置可以每次设置一个，那你要想设置多个呢，多使用几次这个函数就可以了。这个呢咱们在程序里边马上会用到。然后服务器给客户端往回发送的头信息呢，你可以用这个获取到，比如说 cookie 的信息啊，或者是字符集信息啊等等。然后想得到全部服务器发送的信息呢，你可以使用这个获取到。当然头信息东西咱们操作的时候很少，咱们用的最多的就是如何你利用客户端利用阿贾克斯对象请求服务器和向服务器传递数据。那它需要两部分内容，第一个内容就是假如说我请一个人帮忙去帮我买书，那我需要告诉他两个东西，第一个就是你到哪个书店去买书，那我在程序里告诉他就是你去哪个服务器的地址，所以得告诉他指定的一个服务器地址。然后第二个要告诉他什么，说买什么书，所以呢给他的是一个参数，比如说买细说 PRP， 那好，假如说到中关村图书大厦买细说 PRP， 这两个信息告诉他中关村图书大厦是他要去的地址，那么买细说 PRP 是告诉他去买的东西，
所以他到书店，然后他服务器知道了，他去找蟋蟀 PRP， 所以帮他查找蟋蟀 PRP， 帮他买回来。然后呢，如果这个帮忙的话，你还得告诉他什么去的方法。那咱这里边就是 get 方法和 pause 方法两种，比如说你坐车去啊，还是开车去啊，两种方式。那我们看一下，所以呢，请求服务器我们用的是 open。那这 open 方法呢，第一个参数就是什么？就是请求的方式。咱们一般的在 PRP， 咱们这个 web 开发中的请求方式呢，基本上就两种，要么是使用 HTTP 的 GET， 要么使用什么？使用 URL GET， 要么使用 HTTP POST 这两种。所以第一个参数，你可以使用 GET 传递，也可以使用 POST 传递。第二个就是请求的地址。那么就是服务器地址，可以是 PRP 的位置，也可以是 ASP， 也可以是 GSP， 当然也可以是 RTM 文件。要是 RTM 文件呢，它就不能接收数据了。这个是指定的传输的方式。这个，比如说你要写假的话 ，false 的话，那么就是还是同步的传输方式，它会需要等待，然后处理结果。咱们不需要，一般咱们处理的时候都存true，存真值，就让它是异步处理方式，后边两个参数是没有用的。这只是请求服务器，那你比如说告诉人帮忙，让他去帮你买一本书，你还告诉他买什么书，得把数据发送给服务器，那你就使用 send 的方法发送数据给服务器，是这样的。那现在咱们就简单应用这个，接着上节课咱们写的例子，现在我已经创建了这个对象了。那假如说我这块有一个按钮 input TIP 类型等于button， 然后值比如说是 request 请求，然后这块加一个事件 on click， 点击的时候就用受方法，那我在这块就需要写一个受方法，当然在这里边直接可以用到这个阿杰克斯，但是这里边需要你一个注意的地方，注意什么呢？如果我在这里边直接使用阿杰克斯这个对象，直接使用这个，那就会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我页面一刷新创建了阿杰克斯，那么每次点击按钮的时候都用第一次创建阿杰克斯，也就是这个方法只调用了一次。那不管我点击这按钮几十次，它都是用在阿杰克斯对象。那阿杰克斯呢，内部有可能有一些缓存的东西，对象呢没重新初始化。所以呢，里边数据第一次请求用到的数据，第二次有可能还是用到第一次的数据，这样的话出来的结果是不准确的。所以为了准确，要每次请求都要使用一个新的 XMLHTTPRequest， 也叫阿杰克斯这个对象。怎么能保证每次请求都是一个新的阿杰克斯对象？我把创建那个代码我放在这个里边，你看一下，现在我点按钮它会弹出这个阿杰克斯这个对象，现在我每点击一次这个按钮都会重新调用这个方法，重新这个调用这个方法就像咱们上节课的会执行里边这一段代码，那每次都是重新去初始化一次阿杰克斯对象引擎，这样就能保证阿杰克斯每次都是一个新的对象，那也保证里边数据都是初始化过的。比如说我现在刷新一下，有个按钮点击一次，一个对象是重新初始化过的，我再点击又是初始化过的，再点击又是初始化过的，所以一定要保证这一点，一定要保证这一点，重新每次都重新初始化一次阿杰克斯对象。那既然有了这个阿杰克斯对象，那我就可以使用这里边的这么多六个属性六个方法了。然后咱们看接收向服务器请求的时候是用阿贾克斯中的方法实现，如果接收数据的话是用阿贾克斯的属性
实现。所以呢，方法和属性各有各的用途。那现在咱们是发送数据，只用到方法，而且只用到 open 和 send 方法发送数据就可以了，只用到这两个方法。那现在我开始请求服务器阿贾克斯点 open 打开服务器，第一个参数就是我请求的方法，可以是 get 也可以是 post。 咱们先看看它的区别，我先用 get 请求，然后请求哪个地址呢，比如说 server.php 请求这个地址，然后我后边是固定的 true， 就让它异步传输，传个初值，这样的话我就可以用阿贾克斯去请求服务器了。那我还得请求服务器的时候，这只是通知服务器执行啊，如果想要服务器按你的意愿执行，你得给它传参数啊，那我们就得用阿贾克斯点 send 传参数，传的数据呢是这样的，变量名值 and 符，就跟那地址栏上用的是一样的，变量名2 vre 值2，变量名3值3，是这样的形式，用 and 符分开的键和值的这种键值对的形式传给服务器。但是你要注意一点，这里边有一个特点，如果使用 get 传，将数据传给服务器，则服务器就使用 get 接收，那么我们都在 dollar 下面 get 里呢，要知道这一点。另外用 get 传递呢，我们最好不要写这个传递，因为地址栏上我们明白在这块问号键值 and 符键一值一，这块直接就是一个地址栏的 URL get， 所以 get 咱们用这种方式用的居多，所以以后如果使用 get 就直接通过 URL 将数据传给服务器，你看就直接使用 URL 将数据传给服务器，如果你使用 get 方式的话，也就是使用这种方式，比如说我这里边传一个假如说传一个用户名等于张三，然后传一个email 等于张三圈 a csdn.net， 对吧，然后我再传，但是你一定要注意一点，比如说math 数学等于，你看啊，如果这边等于一就随便写的，这个地址是固定的，是不变的，如果不变的你反复点按钮的话，请求同一个地址， IE 浏览器有一个缓存，认为你请求同一个地址，它就直接从缓存那儿来了，所以你想每次数据不一样的话，如果需要的话，如果你是用那个用户唯一校验的话，那每次输入的用户名是不同的，所以地址栏也是变化的，但是你这块你就得加一个变化的数据，比如加一个数学方法里边的点 random， 我加个随机数，这样的话整个地址栏就变化了，每次点按钮地址栏都是变化的，所以浏览器就不用缓存了，不然你看不到效果。那有的人就想了，有 open 方法了，也请求服务器了，也能将数据交给服务器了，那我还用这个发送数据干嘛呀？你这是只是请求地址，这一条语句是必须有的，哪怕不发送数据你也要发送一个空过去，它必须执行，只有它执行了才能真正把数据传达给服务器。现在我每点击一按钮就会打开服务器并把数据交给服务器了，也就是通过 GS 对象阿贾克斯对象把数据请求了这个服务器并把数据交给服务器了。那咱们为了验证服务器怎么能执行成功呢，我这里边咱们写一下 server.php， 我讲他每次请求的数据写到文件里去，然后咱查看文件里有没有内容，就知道他发送成没成功了。你看接收到的一个字符串，咱假如说等于用杠杠杠连接，假如说
$ 下划线 get 里边有用户名 user name， 然后有$下划线 get， 我接收他请求的有除了用户名还有一个 email， 然后还有一个数学$下划线 get meth， 我这随便写了几个变量 meth， 然后点击一下发送，你看服务器能不能接收到。记住我刚才说那几点，写错一点都不好用，因为这就是语言的用法嘛。我刷新一下，你看点击一下，哦，网页上有错误了，看一下哪儿错的，第44行，get 方法请求 server.php 文件，用户名地址栏应该不是错误的，数学方法里边的 indom， 没有写错呀，把这一去掉，算了，我就不要这个字符串了，我就直接一个安德，直接一个安德福吧，我就不接受这个了。我们来看一下，刷新一下，页面还有错误，第二字符被拒绝， get 方法逗号参数 open 方法 server， 咱们这块犯了一个错误，什么错误呢？你看一下，我这现在请求的地址是服务器的地址，而我浏览器这块的地址你看一下是客户端这种访问的地址，那找当前目录的话，你看这块找当前服务器的这个地方，那这块没经过外部服务器肯定不行啊，所以要它经过外部服务器，找外部服务器当前目录下，所以咱们就得用服务器的地址，细说 PHP 下边 demo.html， 这样的话找当前目录才能找到服务器下边的 server.php。 好，点击一下请求一下，一下两下三下四下，我们这回来看一下，你看我们现在有这个字符串了，虽然我点了几下，但是呢没有数据，我们把它写到文件里边去，然后用追加的方式，你看 fopen， 这样呢我们看生成的文件就可以了，刚才没有出错了。比如说打开当前目录下 save 保存点 txt 的文件，然后这里边以追加的方式打开，返回的是一个文件指针，然后使用 fwrit 写到这个文件指针里边，数据就是这个字符串，然后再把 fcrose 关闭掉，这回我们再执行一下，你看会不会生成这个文件，刷新一下，一下两次三次四次五次，看服务器端生成了一个这文件，那这里边的内容呢，你看五次张三传过来了，当然这块怎么还少了一个数据啊， email 这块我们写错了， em email 我们少写了一个 l， 不要紧，现在我们再刷新一下，一二三，我们又点了三次文件，加载文件，你看就进来了，这就是我请求服务器成功使用的是 get 方法请求的，这就 get 请求的方式，很简单，只要创建了 AJAX 对象，然后 AJAX open 以什么方法，然后 get 方法请求的时候通常就是用这个URL 地址栏中将请求服务器并将数据发给服务器，是这样的。那如果我用 POST 的请求呢，这块改成 POST 的请求，改成 POST 请求之后，我这个地方肯定是不能传数据的了，这地方肯定是不能传数据的了，然后呢我服务器端也必须得用 POST 的接收， POST 的接收这地方也是一样的，也必须得用 POST 的接收，看一下，
然后我传数据，既然使用 POS 的，那就通过 HTTP POS 传过去的，那么这块不是 URL GET 不能传数据，那我只有将数据这么传过去。比如说用户名等于，这个能为了区分开用李四，然后多个数据，比如说 email 等于一行一，就随便写的数据，看能不能传过去。当然你只需要这个文件执行，不需要传数据的话，可以也是可以传空的。那这个呢，虽然我们使用了 POS 的方法也将数据传过去了，但是它毕竟不是表单传递的，表单咱们是默认可以用 POS 的，表单默认 POS 的也有传输的编码方式，那咱这里没有，所以呢它现在能打开服务器，但是数据传不过去。我们看一下，我们将这个文件删掉，然后我们刷新一下浏览器，你看我点击123，我们看一下也生成了这个文件，然后把这个文件打开，你看有三条线，但是没有接到数据。这不是说咱们暂时这块是写的没问题，但是一定要告诉传编码方式，咱都知道表单里边咱们可以只用 MET 就这个，在表单里边，假如这块有个表单 form action 呢，咱们说指定的是地址，假如说 server.php， 然后 MET HOD， 这是方法只能 post。但是呢表单里边还有一个方法呢，叫做 ENC type 方法，还有一个这个方法呢，那这个方法呢咱说一般都是默认的，除非有文件上传的时候咱们才用改变另外的编码方式。那表单连接也是一样的，那我们就得看一下手册，找到这个表单传输的那个编码方式，目录，我们找一下接收表单的那个方式，处理 form 表单，这块是 action 方法，我们看一下表单，你看传输方式，在外部中区别看是在普通 SMTP 中发送数据的格式是这个，在表单中，那 POS 的默认就是这个格式，如果文件上传的时候，咱得把需要数据格式改掉，所以呢我这块必须得把这个数据格式改，怎么把数据传输格式改掉，那咱就得用阿杰克斯里边的，你看一下，就得用阿杰克斯里边给我们提供的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设置头信息来改变编码方式，它这里边有变量和值的形式，变量我们就用这个，那值呢我们就改成变量这块我们就改成文本类型，变量我们改成文本类型CONTENT 文本的 TYP 类型，然后值就是刚才这个值，来我把它粘过来这一串，你看一下传输的一个 form 的一个传输的一个方式，一个编码方式，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 POS 将数据传过去了。那我们再来试一下，刷新一下123，我们再来看服务器端这个文件，是不是就有数据的李四和一行一。所以呢我们借助于 POS 的传数据的时候，必须得指定设置头信息，指定这个传输的编码方式，然后我们才能使用这些。当然了，使用这里边的说使用 POS 的时一定要使用这条语句来帮我完成。好，粘过来，看一下使用 POS 一定要使用这条语句。但这里边呢，我当然了这块不要剪切，我给大家建议什么呢，其实你要简单的数据传输的话，直接使用这个 URL GET 就行了，只需要写两条语句，如果用 POS 的话得多写一条发送头的语句，比较麻烦。这是我向服务器请求数据，你看啊，需要使用的这个方法。那如果服务器有输出呢，我怎么把这个输出接收到呢？咱们首先要知道，我服务器的数据的输出给的并不是直接给浏览器，如果数据直接给浏览器，比如说就像这样，
这个关掉啊，在这里边，在服务器端，咱现在不往文件里写了，比如说输出这个连接 str 再连接，我输出数据，这叫输出。还有什么叫输出啊？所有的页面中写的，你原来都是输出给浏览器的，比如说 H1 一行 W 斜杠 H1， 看一下，这也叫输出啊。输出一个表格也算输出。所有输出的东西，如果你像，假如说我直接性浏览器请求，浏览器请求叫做 server.php， 直接用浏览器请求的话，直接就发送给浏览器了，那页面中的原来数据就没有了。他会请求这样啊，所以我们请求回的数据还在阿贾克斯里边，得通知用户来取。那取完的数据呢，放在哪块也得用户自己来决定，也得是用户来决定的，并不是说直接给输出给浏览器的。所以呢，我现在这块请求服务器了，现在服务器也有输出的了，这些都叫输出。那你看，我现在刷新一下，我先点请求，你根本看不到这个数据，并不是直接发送给回给浏览器。如果直接发送回浏览器，浏览器的内容将会被这个服务器的内容给覆盖掉。但是我们这会收没收到数据呢？收到了，但是我们得自己处理接收到的数据。怎么处理？你看一下，阿贾克斯不还有属性的吗？首先呢，我们必须得使用这个监听，如果数据返回来的话，我们必须得知道的数据过来之后，我们才把数据取出来。所以呢，我们必须监听一下，用阿贾克斯，这是一个事件，监听事件处理一个函数。但是你一定要知道，并不是说我一点击按钮的时候马上执行这段代码，然后先执行这个再执行这个再执行这个，的确先执行这个，但是这是一个事件执行这个，但是这个方法并不是马上执行。什么时候执行？就当服务器有数据返回来的时候才触发这个事件才执行。所以并不是说我们接收数据，你看，假如说在这块，我假如说我不写这条代码的话，不写这条代码的话，你肯定会认为我发送数据了，数据有接收，我直接用在阿贾克斯里边的，比如说某某某某属性里存着呢，那我直接把这属性拿过来。你想象一下，程序从上往下执行，打开服务器，然后请求传给服务器数据，那么你马上执行了，不到一秒钟就执行了这个代码。那你想象一下，你服务器向服务器中传递还有一段时间呢，服务器执行还有一段时间呢，那数据不一定回来呢。如果你执行完这段，马上执行这条代码，数据肯定是取不出来的。但是不一定，如果速度很快的话，有可能这儿发送执行了，数据已经返回了，你再可以。所以呢，它不是这么用的，怎么用就得加事件。所以呢，程序往下执行，这块加事件，这是监听着等着，然后打开服务器，用 POS 的向服务器发送数据，那服务器那端执行，哪怕是十分钟之后执行完，数据又返回了，这个事件被触发了，开始执行里边代码。那都什么时候触发这个事件？那咱们去看一下，它触发了几次？比如说我弹出一下井号，随便弹出一个字符串。你看一下有几个井号输出，刷新一下，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井号输出。那有五个井号输出说明什么呢？整个这个函数执行了五次，相当于它被触发了五次。那都什么时候被触发呀？咱们就可以获取到这个触发的状态，看一下这个对象的状态，它有这么几个值，零是未触发，一是读取中，二是已读取，三是交互中，四是完成。所以我现在连接一下阿贾克斯中的这个，刷新一下，一两个一，然后二三四四个状态，看到这个值了吗？这就是响应回来的不同的状态，这就是响应的不同状态，四种状态都会触发。但是我们这四种状态你都去读取数据吗？不是的，因为刚才咱说了，看到这个值了，几的时候，看到这儿，四的时候是完成。所以呢，咱们当这个状态
如果这个状态值等于4的时候，我们才去取数据，因为它是完成的状态。你看我们这块再弹出一行井号，你看就只变成一个井号了，刷新请求一个井号，请求一个井号，就不会有再多了。所以这条语句你也没有必要给它写否则，其他状态咱们是不管的。那有了四状态，咱们就是可以直接取数据了吗？还先别着急，还先别着急。为什么别着急呢？因为服务器发送状态页面没请求到的，它会是404错误，请求成功的才是200，或者其他的错误。不管成功还是错误，服务器只要有输出，那么咱们都能取出来。而我们正常取的是只取正确的数据，不取错误的数据。所以呢，这块就有一个什么状态，上面是触发事件状态，这块是反应码状态，404文件找到200成功。所以咱们当成功的时候，如果 ajax.stateus 等于200的时候，就正确的页面咱们才去从里边取数据，否则这块就说弹出比如说页面请求失败，页面请求失败。那数据在哪儿呢？已经请求200了，数据就已经发送回来之后，服务器把数据发送回来之后，已经发送到这个阿贾克斯引擎对象里了。那数据就保存在阿贾克斯引擎对象的，如果是文本数据，就保存到这个对象的，看到了吗？返回的文本这个属性中，响应的文本属性中。所以我主要把这个数据 DATA 从这个文本数据中读出来就可以了。那我把读到的数据可以放在我页面的任何位置，任何位置，比如说我弹出可以，然后刷新一下，一点击，有页面上有一个错误，看一下，这得用阿贾克斯里边的这个属性中读取，因为它在阿贾克斯对象中的这个属性中。好，我们刷新一下，你看服务器的所有输出都在这里边呢。那如果我想把读到的数据随便放一个地方呢，比如说我放在这个这块放一个 div id 等于 hello， 放到这个里边斜杠 div， 比如说为了看到是这个里边，我加上一个样式，宽度500，像素高度是200个像素，BACKGLND 背景颜色黄色的，你看一下。那我想把它放到这里边，只要我这里边一点击这个的时候，获取一个对象 hello obj 对象等于 docdocument.getelement by id， 获取整个页面的 id 叫 hello 的，然后把获取对象，比如说我弹出之后，我就把这个对象设置到hel hello obj 点哪块 iner html 指定到这里边是这个数据，把这数据放到这个的内部也是 tm 放进去。你看现在刷新一下，我们一点击弹出数据，弹出完数据把数据放到这个黄色区域了。所以你想把这数据放在哪是归你自己指定就可以了。这就是请求数据和响应数据的整个过程，就这几个步骤就可以完成。一个请求数据，一个响应数据。当然我这请求的地址不光是 PHP 文件，我也可以是一个 HTML 文件，比如说 hello.html 文件。当然了，我要请求这个 HTML 文件，我这块就可以直接发送空了，因为但是这必须得执行发送空，请求发送空，因为我要发送数据 HTML 文件是接受不到的，但是里边内容我可以请求，它所有内容都算是输出啊，我也都可以摆在我想要的位置。假如说这里边有一个 hello.html 打开，假如说这里边一行 A 一行有这样的是一行代码几行代码，现在你看我一刷新
请求，这个代码就过来了，确定，放到这里边来了。所以我在这个 RTM 中就请求了另外一个 RTM 文件，运用到阿杰克斯，把另外一个包含进来了。看一下，当然如果服务器端有中文，假设咱们把程序退回来，你看啊，请求对服务器 server.php， 这里边如果有中文的话，假如这里边有中文，这是中文字阿贾克斯，有可能出现问题。你看我随便几个中文字，随便一些中文字，现在我再请求刷新一下，你看什么效果？请求，现在中文字，我现在用默认的字符集没关系，你看我编码改成 GBL32， 刷新，请求。现在编码，这个编码有问题，你记住吧，有中文的时候咱说有可能出现问题，所以有中文的时候最好，因为浏览器默认认识这中文，但是阿杰克斯默认有可能不认识，基于 TLB 认识，如果 GBL32 就出错了，你最好是 HEADER HEADER HARD 告诉阿杰克斯我发送过去是什么，然后什么字符集的文本类型是文本的 RTML， 字符集 XSet 是 UTF-8， 最好有中文写一条这个告诉客户端是什么，不然的话一般呢我们出现问题的，特别是 GBL32 的编码，你要不告诉客户端的话基本上是出错的，就是中文的东西是不显示的，所以一定要显示告诉客户端我是什么字符集，有中文的话会出现这个问题。现在呢就怎么都不会出现问题了，你看一下都不会出现问题了，因为现在我已经强制告诉他的中文的问题了。那除了中文问题，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我现在服务器端只能向客户端发送一条一个字符串啊，如果我想发送多个字符串呢，你看输出，现在其实发送就是多个字符串，输出一，输出二，输出三，你看一下，如果你想发送多个字符串的话，它也按一个字符串接收，看到没有，按一个字符串接收，但是如果我想跟服务器想把多个值发送给客户端，就相当于一个函数返回多个值，那我们就需要把多个值放到数组里边，假如说 ARAY放到一个数组里边，到了 for， 假如说下标是 one 的值是 值是一行一，下标是 two 的值是一行二，下标是 three 的，three 的值是一行三。哎呀，假如说这样的一个数组，那数组我直接是 printer 打印，客户端还是使用不了的，那我怎么办呢？咱们看 PHP 手册里边，咱们有一个叫做 JSON 的概念，搜索里，你看一下，有个 JSON 编码，这什么意思呢？就能把这样的数组转成这样的编码的字符串，这样的数组转成这样的编码字符串，这就是 JSON 的一种格式，专门存储数据的格式，跟 XML 文件类似的一种保存数据的一种格式，不用我们自己去写了。那么这种 JSON 字符串的格式就相当于我们把相当于把对象转成序列化之后的二进制串，你看我使用这个函数一转换之后，使用这个 JSON 转完之后，我直接把 JSON 输出，现在客户端获取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格式，
文件的处理格式刷新一下，你看一下，就是这样的格式。但这样的格式对于加小素块来说，我就能把这样的格式转成数组。怎么把这样的格式转成数组？你看，这样啊，我只要使用EVAL， 它不是一个字符串吗？正好接森格式是加小素块的对象声明的格式，所以我可以 VR OBJ 对象等于 DATA 这样的字符串，我就把这样的字符串转成格式，然后我就可以像访问正常对象一样访问，弹出这里边的，你看 one 按对象加小素块对象访问，访问这里边的 two 访问 THRE， 因为这个方法你可以查一下加小素块手册是干嘛的，解释检查代码并执行，检查这里边的字符串是不是合法的加小素块代码，如果是合法加小素代码并把它执行掉，那正是声明一个对象的一个方法，而对象的数据就是服务器能传过来的，然后就是对象点的访问方式，来请求这个，哦，这会儿有一个错误，哦，等号是等于这个，里边是加号，因为是要检查是不是一个字符串嘛，你看弹出 one two three 对象的访问方式就可以了，这就是如果有多个数据就转成这个格式。那咱再了解一下 JSON， 这是你需要知道的。那 JSON 呢，假如你可以把 JSON 的 head 可以把 JSON 格式转成数组的格式，那使用的这个反编译，相当于你看我可以把这样的字符串转成这样的数组，如果加 true 的转成对象，如果加 true 的话可以把它转成数组，有没有第二参数？所以这个呢转成一种非常好用的将数组转成字符串的一种格式，所以可以用到阿贾克斯里边来把 PHP 的这个，当然别的语言呢也有这种转阶层的一种形式，咱们这呢主要是 PHP， 别的语言呢咱们就不多涉及了。另外呢咱们这里边还有一个属性，你看一下，其他这里边属性咱都用过了，最后一个返回状态信息呢咱们根本用不上，没有用，所以只剩这五个了。这块是想输出的文本，如果我输出的是 XAML 文件呢，想用的是 XAML 文件呢，也就是我这里边先都去掉，你看一下，我得到的请求的不是 PHP 文件，我请求的是一个假如说用户点 XML， 那希望大家对 XML 文件，因为阿贾克斯最后一个 X 就是 XML 嘛，那么我们可以在这块比如说做一个用户私点 XML， 希望大家能对 XML 文件去了解一下，我做一个 XML 文件，因为 XML 文件呢主要是既保存数据又保存格式，标签呢都是自己定义的，那上面呢必须得有这个标签，而且 XML 必须得有最外层标签，比如 users 斜杠 users 保存所有多个用户信息，第一个用户斜杠 user， 然后用户呢有用户名有名字，这样的所有标签都是自己定义的，因为你自己定义保存的格式嘛，假设的张三，然后呢有年龄100岁斜杠 AG， 假如说我保存多个用户信息可以粘贴两个用三个用户四个用户五个用户，那返回来的我如果在这里边用这个阿贾克斯里边的响应 XML 的东西，响应的是 XML， 它返回来的就不是整个 XML 文件，如果你用响应文本的话 TEST， 你用这个的话你看返回来的这个 DATA 咱们都知道它是一个文本信息，你看 DATA，比如说我刷新一下，你看返回来就是整个 XML 文件文本信息，当然这块没有了，是 XML 文件被这里边 RTML 当成 RTML， 而且 XML 文件当成 RTML 那标签它也不认识，所以这没显示。但是我如果把响应的换成是 XML， 那么再响应回来的就不是文本信息了，你看就是一个对象了，就是一个对象了，刚才没有黄的区域里边设置啊，那就是一个对象了。那既然是对象的话，它是什么对象啊？
就是代表整个文档的文档对象，就是类似于代表整个HTML 网页的文档对象。有了这个网页对象，这个文档咱们可以任意的增删改查。比如说我现在想知道几个用户，那我只需要，因为它是一个这个文档的 document 对象，我换个变量名 DOM 对象，所以可以通过这里边 VR， 我想知道有多少个用户，用户 S 等于通过这个 DOM， 这个返回的是这个 XML 对象，并不是本身的HTML 文档。第二 get element 返回页面中标签名 tag name 叫做USER 的这个标签，那这个返回来它就是一个数组，我想知道用户这个数组标签有多少个，点 length， 你看一下，咱们现在也不知道里边有几个，点击一下，哦，页面中有一个错误，用户未定义，看一下，用户四，小写个 s， 看五个，那假如说我这里边再加几个呢，再粘贴几个，粘了三个，那我再请求一下，就是八个，看到没有？这就是响应的，如果是 HTML 就是文本，你可以处理；如果你是在玩 XML， 就用这个，获取的是 XML 兼容的 document 对象，任何浏览器都可以用这个对象来解析 XML 文档。这就是咱们这节课介绍的阿杰克斯如何，也是整个阿杰克斯的核心的重点，如何请求服务器使用的方法，如何接收服务器中的数据。当然你可以单独的去只是请求，也可以单独的只是接收，单独只是接收，就像我们说直接访 HTML 文件之类的就可以了。好，这就是我们本节课的内容，介绍了阿杰克斯引擎对象中的属性和方法的使用，主要是向服务器发送数据和请求服务器发送数据和响应数据和获取响应结果。好，谢谢大家，这节课咱们就录制到这里。